把小明放上吧，放下放下，谢谢啊。好嘞，没事没事，我来我来我来哥。大哥那边。小明，喜欢中国吗？Welcome to China。爸，我回来了。哎，爸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还知道回来呀？爸，你别这样。你不让爸去美国来，你是不是不想要你爸了？哎呀，爸，没有，我前段时间在美国真的有点事儿，具体的咱们回头再说，好吗？再抱你粘一块儿了，爸，看看孩子吧。哎，对了，爸。哎，小咪，爸，叫爷爷。爷爷，来，让爷爷抱抱。爸，他可能有点认生。爸，要不然咱们先上车吧。别别，哎，上车上车。好，我们跟爷爷上车。哎，来。我们坐后面，快来，来给孩子拿着，拿。谢谢爸，小明，快谢谢爷爷呀！谢谢爷爷。你负责联系一下明玉，让他晚上务必回来，大家一块吃个饭。我觉得不会来，你就跟他说我回来了，有事跟他商量。啊。啊，对了，有件事还得麻烦你，你们对苏州熟悉，晚上你帮忙订个饭馆。大哥放心吧，交给我。好。上车。小明，棒棒糖谁给你的呀？爷爷。哎呀，真棒！谁在开车呀？二叔，二叔旁边坐的是谁呀？二贤。啊，哎呀，小咪真乖。哎，大嫂，小咪长得真好看哎，真是吸取了你跟大哥的优点。你看那鼻子、眼睛，长得多像大哥呀。谢谢，